如果你只有本位立场的话，柯文哲知道我选不上，郭台铭他也知道自己选不上，他就要跟你硬干到底。那请问得利的那是谁？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10月1号的下午，我跟一位韩国瑜先生的朋友见面，我们都是老朋友，都在新闻界都待过的一个老朋友。然后这个人跟张荣卫家族是有表亲关系的一个人，我们谈了一个小时，像他现在告诉我，他说韩国瑜是满腔热血，想要出手来解决国民党、民众党、郭台铭三者之间的困局。不单是赵少康有求于他，事实上也有很多人找过韩国瑜专门谈这个问题，就是说第三方是不是由韩国瑜出面，因为他跟这三个人都有渊源，然后他可以不计毁誉的出手。他说韩国瑜当然希望下架民进党，下架赖清德，这个是韩国瑜他希望能够帮国民党的地方。但是韩国瑜还没有出手就碰到了不少的铁板。第一个，侯友宜、金辅聪他们认为他们有选战策略的考量，也有自己的节奏来谈蓝白合。如果这个时候韩国瑜出手的话，会不会打乱侯友宜的步伐，谁都不敢保证。那其次讲到授权，我的朋友告诉我，他请了至少5位以上的记者去逼问朱立伦这则问题。朱立伦还是这样子讲，韩国瑜是国民党重要的角色，不能够忽略他的存在，但是始终不答授权问题，也始终不答委托问题。你有委托，你有授权，你韩国瑜当然可以代表民进党谈，否则代表个人意见谈，谈了那你国民党不认账怎么办？他昨天是跟我谈到了这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我老早我就预料到。我说现在国民党也太多人讲场面话，也太多人讲好官话，就是不肯面对真正的政治现实。韩国瑜之所以碰壁不是没有原因，这个原因的关键有两个。就我所知，侯友宜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有他自己选战策略，他也有他自己的步骤，他都会跟金辅聪之间沟通意见，基本上金辅聪的意见1/3侯友宜会接受，1/3侯友宜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你尤其侯友宜截至目前为止没有对蓝白合这三个字你表达任何的意见，金辅聪也没讲过这件事，那显然他们都有自己的做法跟想法。那韩国瑜如果越过这个层次，直接找郭台铭，直接找柯文哲谈，那请问这个当中如果发生的误会，金辅聪跟侯友宜他会认账吗？他绝对不会认账，那反而会引发诱发衍生各种问题。所以他们劝韩国瑜是不是再等等。那其次，韩国瑜也可以代表国民党谈，但是朱立伦截至目前为止5个记者问他，他就是不讲授权的问题，也不讲委托的问题，只是讲韩国瑜这个人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之下，你韩国瑜纵然想要出手去调解三方纷争，但是各位来看看，三个重要的人通通都不告诉韩国瑜他的立场究竟是什么，他的态度究竟是什么，你叫韩国瑜怎么协调？那其次，国民党有主席、副主席，有秘书长、有副秘书长，现在是由副秘书长层级的跟民众党之间进行所谓的幕僚联系，但是他们幕僚联系就我所知没有谈到所谓蓝白合的问题，只是谈到立委合作的问题，这个是可以得到确认。
那换句话说，国民党副秘书长你授权谈判的只不过是地方性的事务。那我想请问，立委是可以合作了，像卢秀燕帮蔡壁如站台，未来也有可能帮民众党的提名人选站台，这些都谈的差不多了。那现在的问题来了，你叫韩国瑜怎么出手？一个有自己的想法，一个不愿意授权，所以韩国瑜现在就等于卡在那个地方。当然赵少康讲说不必授权，韩国瑜凭借他的交情，但是韩国瑜谈的就是交情的问题，那他谈完以后能不能实现，这个不是韩国瑜可以决定的，那是要朱立伦、侯友宜跟金辅聪他们来决定。凭借韩国瑜曾经参加过大选的人，他要担任沟通大使已经够委屈了，我如果让我谈出一个结果的话还要你们的同意的话，那韩国瑜出山干什么？这一点马英九就非常聪明，马英九是回避了这个问题。那韩国瑜愿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是换句话说，你韩国瑜的满腔热血现在被泼冷水又被踢铁板，那请问韩国瑜他要怎么做？我就跟我的朋友讲，我说不妨这种事情必须要得到三个人的认可，那这些认可我说最好的一个方式最好的一个方式，委托授权你把想法，侯友宜把想法告诉韩国瑜，我说这样让韩国瑜他了解的背景以后，他知道国民党的立场，他才能够带着这些东西过去谈嘛，而不是三个人聚在一起，我跟你套那个交情，这个大哥郭大哥，你就暂时听我的劝，你先退，然后告诉二哥柯文哲，就是说柯文哲，就是柯二哥，你给我一点薄面，让国民党先干四年。我这是比喻啊，是一种这样子谈，那请问能谈出结果吗？你就是说政治可以不用讲究道德，但是政治不能不讲究因果关系。你什么样的果就有什么样的因，你不把因弄清楚的话，你光谈果出来的话，最后一个月纷争再起，这样必然会重创侯友宜的选情。所以我就劝我的朋友，就请韩国瑜再等等。我说毕竟国民党不是一个心胸宽大的党，我一再讲，我说蓝白郭之间要和的话，你要采取开放性的立场，而不是本位立场。如果你只有本位立场的话，柯文哲知道我选不上，郭台铭他也知道自己选不上，他就要跟你硬干到底，那请问得利的那是谁？换句话说，国民党今天他要重夺执政权，我只有一句话说，凭国民党的实力去把这个执政权拿回来，而不是靠妥协就能够打败民进党。